了吗？还没。我是在回答他啦。他问我说决定好要唱什么了吗？我说还没。那你们决定好了吗？哦，有人点那个慢歌啦。刚刚后来什么？你要我唱虚弱？哎，你来乱的吼。那我的 Hebe Ella 在哪里？哎呀，你来乱的哦。他没有替你顶啊。慧慧是 Hebe。那你叫 Hebe 知道了，他该哭还该笑？喂，不要笑吧。他说哈哈哈，大笑三声，哈哈哈。我来啦，刚刚签到一个数字，所以我们就先暂停。那个数字是什么？你们猜，猜到我才唱歌。啊？哎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怎么那么好猜？对，就是猜到，就是签到555。你是一个没有秘密的女人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哈？你是一个透明的人。好，那你们要听什么歌？但我真的是破锣嗓，你们真的要听吗？我们唱半遍好了，半遍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要，唱100遍好不好？你们这些贪得无厌的人，你不要挖洞自己跳啊！好啦，你们到底要听什么歌？时间会做的事是不是？好。来宾点唱《时间会做的事》。55188。这歌这么闷，你们自己要点的，不干我的事。好啦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，但这首歌不好唱，所以如果听了现场不够满意的话，CD 里面的保证会让大家满意。那时间会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。我都努力的让时间会做的事情是发生是好的事情，跟大家共勉之哦。哎，我没拿歌词哎。喂喂，耳机有声音吗？喂。明明你有烦心的事，却瞒我，这算保护或冷落？男人的温柔。让女人总不太懂，我所能理解的爱，是你的甘苦就是我的。哎，不要还差。那夜我假装背对你，哦，摔门走，淡淡去平复，觉得爱情过冷的痛，也担心不久以后。有在一边，那你们跟我一起唱，我要听到你们真有唱哦。开始，预备。那夜没唱啊，没有歌词是不是？你们没有背起来，我帮你们提词。想质疑你的晚归，是出去比回来快乐，又怕赤裸更失落。副歌总会了吧？警报的什么？好，副歌要来了。在现实看过太多。好了，还是我唱好了。把你的手。从前的你去哪了？连自
间会把不满累积成难过，互相太依然，练习就变得薄弱。我爱你才变懂得，时间会训练爱，别让时间打破。送给大家，时间会做的事。那现在时间会做的事情就是要让我继续签名喽，好吗？可以吗？我们一会儿台上见哦。谢谢。哦，你刚刚真的唱得很棒棒哎，提词提得很棒哦，这个人肉提词机超厉害的哎。我还是比较适合当歌手啦。刚刚是玩你们的嘛？哦，我们的，我们的。OK OK， 真的，你要是专职主持人，我就没饭吃了哦。因为我当专职歌手不行啊，烂惨。好，来台上的签名会继续开始。感谢大家，刚刚这个 Selina 的任嘉萱。